皆さんおはよう。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来到和江街的无奈兄夹娃机店。无奈兄，无奈的黑仔熊，无奈的黑鱼，我真的蛮无奈的。以及在拍摄中的小唐，他在，好难评测哦。这一家是观众推荐我的，然后可以看到他除了有机台上面无奈熊的图案，跟他有一些无奈熊的装饰立牌。先生挡到我立牌了，谢谢哦。无奈熊与无奈熊的好伙伴，还有无奈的黑仔熊，真的很无奈，我怕那我们还是速速的去看一下有什么精品吧。来看一下。哇，出现泡面，而且是我最爱吃的冰城，冰城咖喱热沙，还是对，是白咖喱，是我最喜欢吃的白咖喱。我昨天才吃了一碗。如来神掌，哦，这不是我上次饮恨的刺猬吗 ？Q Q 这一家，之前我在观众推荐之后搜寻了。部落格的文章有看到机台有摆放无奈熊的娃娃，不过目前好像我看到一只都没有。无奈熊的娃娃，像这个，你说后面上面那个吗？对，无奈熊。不，能不能投资？现在黑仔熊说他找了一台机器，问我能不能投资，我们去看看。这只可以投投看吗？耿鬼是不是？但我很怕它会卡到后面那个凹槽，不然它如果夹起来有敲到那颗头，应该就会下去。这也可以投石问路一下。我觉得可以投石看一下，它写说不高高。好，我来找，那我先来一个试试。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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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，那我夹一次。好，升鸡鸡。好，我们二号选手上场。我是想要夹这只啦。黑羽能不能把耿鬼夹扶起来呢？要让它扶起来就好了。而且他写说超低保价200元，你这个更、为什么？不会啊，那你是刚夹歪了，所以他没有扶。好，那我再来。你要什么？什么？太夸张了吧！太快了吧！30块夹一个泡面，这样子赚。他一定有看大天神的影片，这个就当今天晚餐吧。我们现在拿到黑仔熊的10块资金，我看有限时是不是？哇！也行，快一点。差一点，过去一点点了。没有，他就让他趴上来嘛，趴上来只要过来就有机会。你觉得要不要再40块钱？好来，又拿到10块钱。好来，给你。老师录，哇，我拿到资金了，谢谢黑鱼。对啊，今天这不是缴学费吗？缴学费给我。老师，你学是我们帮你缴学费。对。啊，你是拿成品回来给我们而已。但今天我们在这个失败了。太快，你中了，竟然中了！耶！帮黑仔熊夹到一个超可爱的耿鬼，这是给谁？这不是耿鬼的，好像是。对，你的钱还没用到，50块就是。那我要挑，我想要这个兔兔。这有点难哎。我要企鹅，我要企鹅。企鹅可以试试看，我拿10块试试看。我赞助可以哦，是哦。而且这个我有点，是有点难。我找到了无奈熊了，旁边写中奖几率高达55%，这边写保价590。55%的意思不就是夹两次应该中一次吗？到底，我来试试看，就隔壁。隔壁了，在自暴自弃。为什么自暴自弃呢？现在放弃比赛要结束了。好呀。你根本没有捞到底，这个还双爽号。对，还双爽号。你要捞到底，他才能抓起来。好难哦。好难啊！我来看一下无奈熊服不服。哎呦，这才是很凶哎。对啊。我刚好要按他下去的时候，他秒速结束。好，我来试一下服不服。算蛮有力的，可是因为它东西太小，它会滚走，而且它很远。对，好啦，我投资过你了，我们去别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，这边有个背对我们的卡拉赫那里面的 Piscate 批注，
我想试试看他的法力符不符。P 兔说我不想跟你回家。是吗 ？P 兔都要跟我回家的。哎呦，这是超晃，超好玩哦。有力才有用啊。哎呀，这个不是。毫无意义的找人家怎么样？你想干嘛？你不要干什么？他打的有吗？他会卡到旁边那一株，可恶！多西哦，而且他还是可以大甩。加油！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快！石头，石头，石头！哎呀，差一点！你是要去抓他的那个位置？哦哟，不行，不行！哎呀，没有，因为我希望他一个爪子在他屁股。有把它拉起来呀、啊！完了完了，顶到另外一只的屁股了。哦，可恶！他让我们觉得好像有，但是又好像没有。从我们这边看，非常的精彩。给我一个10块钱的。给我要找钱。我投1000块。哇！获得10块钱。我以后再也不来交了。太棒了！好可怕啊！今天投资小六30块了，但是你有耿鬼，但黑鱼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我帮忙买2根。现在是小房，小房，小房赞助。想要把它捞过来啊？我觉得该把它压下去一点。没有没有，我刚刚只是把它前面的屁股捞起来。保夹多少？保夹把它摆过来。有有有有！竟然中了！就是我刚刚的位置很好哦。对。是你布的局，他中的。一注，或者是放黑羽绒波子，好棒！看到这个就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在人抓的位置。其实，但是我技术不好啊，所以我抢不起。你看这台相机，这代表什么？里面是没有那个夹到任何东西的档案。哎，你今天真的好惨哦！来到夹娃娃机有一些重点，就是先找有没有喜欢的东西以外，枪位，枪位，枪位很重要。不是枪位的，千万不要乱夹。还有像我们刚刚那个投石问路，也不然丢了蛮多水沟的。希望大家共勉之，我们一起加油，黑羽加油！希望黑羽不要再打水沟的钱了。对，不要再抽百元贩卖机了。对啊，去抽百元贩卖机还比较好，东西拿的比较多。哦，可都垃圾。还可以办抽奖，然后 FB 就会多赞。垃圾，又都垃圾，你小啰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加机影片啦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给我们4个人的粉丝专页一个赞以外呢，没有没有，是频道不是粉丝专页，也可以到粉丝专页，都很重要。对，影片跟粉丝专页都很重要，然后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